十只歌手有，看说什么？那因为，哎呦，全新的抽卡，拜托，耶嘿！因为其实啊，这边有一个全新的，天啊，这我要怎么讲啊？就直接十连抽了，那边嘴炮，不用管了，你就直接十连抽就好了，管他抽了什么东西。来，今天这节重点，Louis。管家，那主要还是跟各位分享一下他的一个技能啊，因为这期其实还蛮踏实哦。你没啊嘞，这边没办法看那个英雄，那就过去啊，不能是什么？好，Rice 哦，那你大家参考一下他一个专属技这样子。那这边其实它有一个满级效果，这样。然后这是路易斯的一个部分，这样子。OK。我们陌生的生活的相遇。对，是现在四等的，就是打不赢，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占领三级了，对吧？你先叫二队去看看，三队继续练，三队继续练。可以吗？诶，他赢了，他赢了。我们现在只能打三级的，靠背自己三太硬了吧？这边都是，哎，这边一个二的，所以除非我们要占领这一块。这边就继续把它拉过去，尽量是用我们队友的右边这样。好，所以你可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占领三级土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三级土都会成功，把这边开起来。哎，这里有中央山脉啊。小时候我怎么打？哇，现在回去要4分钟。这个，这是因为是级土，我才卡不过去啊。不知道怎么跟人说。好，这边可以顺便练一下我们的 level。看到三级组就直接打了。那你放弃领土也是一个时间啊。这样把三级图给粘出来。我现在目的要赶快把三级图都给它弄出来，因为我现在有33块地嘛。可以看得懂我在玩什么吗？蛮好玩的，因为我现在四级土是完全 OK。那我想说，那四级土不，哎，我竟然输了，呸嘞！上个大大，你哪嘞？等级比我低个哥哥跑啊，应该是安内基的血量已经无够啊。OK，就跟你们说吧。蛮好玩的哦，我这边就继续让他们练。你看他补血补好，就是可以去尽力占领这个三级图的部分。啊，不要跑太远了。那你占领之后，你就得赶快把二级图这边你们放弃，然后继续往三级图继续打。对，哎呀，怎么又没血了啦？
这步，诶，他要一直训练下去是不是？